前啊，江嘉荣迄边讲我去换机票，啊，这边就随风涨掉。又过遐尼啊慢，才甲我发一个鞋仔蛋掉。伊也毋是戆人啊，谁拢反应遐尼啊慢？可见吼，伊对这案件吼，真正是无感觉。伊毋是杀人凶手。啊，不过问题是，所有证据拢甲伊有关的，拢指向伊就是凶手啊。所以我想来想去吼，干那想到一点啦。是毋是有可能江嘉雄嘛受到江都贤的控制，都参像之前的万条万甲内档的同款？江都贤还剩一条魂尔，伊敢有法度讲开历史？迄对有别人？这我就唔知啊。伊的造型到底有偌深？是毋是有留其他的撇步？甚至是伊是毋是三条魂拢登去伊个身躯顶啊？这咱拢查无账啊！陈东俊啊，敢讲到即马，你妈妈阁无抓到伊个尾流，无问清楚伊个底细是？我唔知影啦，阮妈来知影啥，早都已经讲出来啦。假使讲这个江道成真正这么厉害，那安尼咱所有的人哦，都只有等死啊！都害一人伫威风啦。像个左动伊哦，都是死路一条啦。哥，你无说这么失职啦。假如江道成真正这么厉害，先怎伊要用这么大亏来去补一个、破一个这么多的命案，去降低五千级的股价，然后自己辛辛苦苦去买遐股份，最后抢经营权，竟然阁所谓性命？讲几波？假使迄个江嘉荣若真正是中傀儡术去害死蝴蝶，安尼伊就是替死鬼。啊，真正凶手，同款逍遥法外无人知影呢。若是这个江道生啊，真正有啥物傀儡术害死蝴蝶，还阁有我的囡仔，就算讲会躲得过法律，嘛躲袂过要找伊报仇啦。哥，你较冷静个啦，你莫当笨仔啊，你遐使人啊！伊阁想继续还伊一人占好处嘞，伊有你做挡箭牌，伊是有目的个。我是要占什么好处啦？阮客伯也袂给我股份，嘛袂给我荣华富贵啊！伊是江道生的狗仔，还阁饭菜下留点伫个身躯边，拢是有目的个。赵尚公又无讲，我嘛真清楚，伊就是把阮两个人当作是棋子，用来对付恁的。既然阮还阁有这個功能，那安尼也是继续把我留伫个身躯边。哥，你想讲啥？你等于讲我是神谷兵。大家拢知影，害死蝴蝶的人是谁？啊，不过煞拢无法度对付伊，所以我若是愈久，我都愈无法度替蝴蝶讨回公道啊！归去，我都转去江道生的神谷兵卧底，安尼毋才有机会当找到证据。就算讲我找袂到证据，我若想要治伊的命，就要接近伊，毋才有机会啊！我不对啦，我嘛是安尼想的。我会当救不回红，那是因为我伫边仔听到阮客伯讲话关键啦，我唔才赶会赴。陈东俊，你若敢问我讲变哦，咱共同做卧底啊，只要咱两个人手，安尼扳倒阮客伯机会就变大。哥，你莫听伊的。你莫戆戆，他等于火客。阮大拢是无对有感动性啊！你千万莫用头毛智慧。哥，总共一句，你千万莫轻举妄动。爸阿妈来找你参详，参详煞，你想清楚再去行动，好不好？小雨这个囡仔。就是遐尔啊，替人搞操啊！我无想要继续等落啊！我希望伫咧蝴蝶七七进前，替江道生的命来祭拜蝴蝶。哎，龚先生，龚先生，什么代志啊，经理？是安尼啦，啊，前两天半暝你回来时阵哦，发现你个房卡歹去啦，啊，迄阵哦，我是提吼备用房卡先互你用啦，啊，即摆吼。这新的房卡上来啊，啊，我是这新的房卡哦，来给你换这备用的房卡啦。
前两个暗时，我确实有去应酬啊，啊，不过无讲真晚才回来啊，加加是十点吗？应该是无到半夜啦。我会记哦，迄天你回来的时间哦，大概是半暝一点嘛。啊，你开门的时阵发现你的房卡歹去哦，啊，打电话去台甲洪欢迎，啊，叫阮处理。啊，因为是我本人处理的啊，所以时间哦，我非常确定。啊，你试看卖，应该是无问题啊。好好好。我以为我去北条蝴蝶会，敢讲伊暗，我真正有去蝴蝶出代志现场对伊动手，迄张支票嘛是我扛的，无可能啊！我连一点印象都无啦，这到底安怎一回事啊？总裁，是的啦。迄个时阵，因为我是要赶紧加放一挂钱伫身上，为着要照顾我的母仔，所以我才会不择手段。有钱我就学。啊，不过，即马遐个钱对我来讲已经无意义啊，所以我会赶紧把遐个钱连本带利还给总裁。你哪会变到这老实啊？你是不是有啥物诡计？才在蝴蝶灵堂顶面哦，对我起脚动手，即马变这态度，你是变了小紧啊？看起来，查某人对你嘛无这样重要啊？对啊，无随时拢会当换嘛。也毋过，我已经连续失去两个囡仔，心肝头是足艰苦的。也毋过，男子汉大丈夫啦。只要有钱有势，随时都会当找到查某替我生囝，所以我才会决心啊，回来找总裁甲你会识的。希望总裁给我一次机会，甲我提拔一下。你若好好啊运用哦，留伊在陈中贤身躯边做卧底，安尼哦，你就当早一步掌握先机啊。嗯，确实啦，恁两个真正有真大用处啦。我应该好好动用恁的，哎，我拄仔好吼，我有一寡任务哦，爱交予恁去处理啦。请问总裁，你有啥物吩咐？个任务咧，哦，恁当作我这条命，我先甲你拍坏部分，来甲套转来。三十岁啦，阿伯，也无对你起个动手啊，可见哦，已经误会真正误会你啊啦。还有你这个内鬼啦，哦，一直配合陈东俊在甲塞弄着。你讲，你这届是不是打算要交给陈东俊来对付啊？哎呀，刚到成这样成功呢，我甲彭仔啊卧底这个老婆说，敢那无都成功啊？我哪个老恁在家，就饲鸟去夹布的，啊，归去啦，赶紧关起来做马票，过会当威胁。班中心还有陈伟尧呢，江头先，这次我回来，不然只是为了要做卧底，其实我是来向你讨命的。呀，这，啊，啊，你莫计是讲你开来单，恁两个人就会当对付我一个人啊！我拄则甲你做了，那是虎头蜂的蜂毒，你真紧就会当看到蝴蝶，和你甲母仔团圆啦！江道生，你运气较歹呢，虎头蜂蜂毒用煞，我即马敢若剩这个把戏啊！你煮了后，你不一定袂动，然后目睭紧紧看，家己变成小波块，无亲像陈东俊啊，万事哦下入大海，啥物痛苦拢无啊。阿伯啊，莫安尼啦，帮我一条生路好无？
恁来倒伫涂骹啊？在阮客边哪有法走？陈东俊，陈东俊，你赶紧走啊！咱先回家。是我做的，才留这么多回啊！我一点钟之前就应该去开会啊，人哪搁在这啦？我这一点钟拢在创啥？哎呀哎呀，我这么老，我时间啊是愈来愈长啊，身体嘛愈来愈袂堪啊。我得要赶紧把那两条魂找回来。我们家后一个夜巴水车放倒哦，应该袂这么紧就清醒啦。咱会当趁这段时间哦，找看卖啊，这间密室有啥物可疑的所在。这蜡烛搁在烧哦，真有可能哦是法师搁在进行。阿姐啥？哎呦，干哪卡吧？这香已经烧完啊，可能做法是真一点仔的代志已经结束了，所以会免卡。看起来你即马对这法术有淡薄了解了。哎呦，看遐尔久啊，加减嘛也一点点嘛。你看啦，这哦都是傀儡术的符啊啦。哦，这后边的八字哦，应该就是姜开阳的。所以姜开阳真正是中这个傀儡术，唔才会去换支票，然后害死蝴蝶，伊煞家己拢无印象。唔通冲动，咱即卖应该哦，把所有可疑的所在拢翕落来，安尼唔才袂死无对证。哦，那呢，咱尽量翕啦，死狗和江道成计出变哪出？